在学院你干什么？没关系，等下被他咬，你就知道臭臭。我真的很真的攻击你。到冬天就不管了。我很小的时候被咬。我想要养这个呢，会不会怕手丢啊？这种啊，对啊，不听话的，不会，不跟狗狗一样，狗狗会认主人，后来，对啊，那个这个有时候东奔西跑就很麻烦的。我都不知道可以养到多大哈，这样就这样啊，寿命呢？寿命大概最多到10年了。我之前养那个养猫可以养到16、17年，算是长寿的。寿命大概是13到20年。对啊，我那时候那只猫养到17年，人家都说是长寿猫，然后也没有什么病痛。没有啦，那个反正有的宠物它就是怎么讲，就是自己可以有那个哈、哦，那个就那个，对啊。你之前应该有养过别的宠物嘛？哈，都听话，不会听话。还蛮漂亮的，就是，哎，那个很整个好像有很干净那样子哈。没看过，我以为是鹅，因为很多人都以为鹅，我没看过鸭那么漂亮，你看。对，像鹅哈。我以为是鹅，每次都以为是鹅。这两只都公的，是吧？我不知道，哎，不晓得，没有看是公的母的，他们给他取名字啊，没有，好像也不太会被惊吓哈，那个个性还蛮稳的。对了，不要太靠近都 OK。对啊，对啊。台湾不知道有没有那种什么养鸭社团，有了很多宠物哈，他都有同好，嗯。哦，这个我倒是没有去。比较少。有的像那个，我有朋友他训练那个老鹰哈，对啊，老鹰就有社团。哎，会不会游走啊？对，是要。嗯。